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这一局跟工会的，哦，除了补士以外。除了捕食以外，好，都是外人。好，我们这一局就来谈一场 M11 的惊喜阵，就来打吧。什么东西？登场没有阴地吗？有啊。哎，你都没有在阴。刚刚断剑哦。刚刚断剑啊！我刚刚没看到，看我刚刚没爱发招，你在阴，在阴爽的。人家断线哦，你那边困，这样子欺负豪哥，安内姆汤啊！他想啊，我把他们在很多晕，那个刺客在那个 A 一的时候在晕啊。他没有在打 PC 啊，都在一起，他不知道很多晕。放心。大胖子，你应该可以去吧？放心。
我这一波有时候他会跑去，他有时候又不会。放心。给你们断Oh my god.
帮我空一只，空随便拿，随便拿，空一只就好。等下小豪哥，等下这一波怪清掉后会接，走我会麻烦你再包补，补完后再叫谁那个阿炳。好。起来吧，死去的人！这边的怪比较不会喷地上绿绿的，这是大怪，大怪要大，还有啊，哦，放心。我是致命的。
放心。
断线。帮我控一只，随便控，随便控。
可以吃。接那个。起来吧，死去的人。干你老师呗！我刚好在看那个土人柱阿土会不会引到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你们不要引到出冰果啊，还来不及开冰果。我想说，开骸骨下去应该差不多不会死，结果还是死翘翘。你的倒数还是坏掉了。对啊，我不管怎么删除，怎么重弄，我彩虹的 UI 就是十五号的啊，我一更新到这个十五号的就这样啊，它又没有前几年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彩虹 UI 问题，还是那个什么 EVN 的问题。是用斑比的，所以。
先清一波，再死过去。当心！当心！超主管。太少了，点八，他绑，他先绑，不是炸弹不是会那个，不要打炸弹，都不要打到炸弹，直接给他爆掉了。就是他改过了，小哥准备爬吧。有绑牧师了。哦，好哦 ，OK， 有绑也可以，都好都好，到位了哈、哦，是啊，不抵抗了，他打死我啊你们！你是死亡骑士，你该看看我这扇死亡之门。等等，开场是血还是他飞上去下来那再开啊？都可以啊。开场哦，就开场。你先讲一下嘛，不然就算了，懒得讲了。哼。
为什么打底也会死啊？第一波，对啊，应该是那个什么，因为跳一边怪的关系，所以我少清了一波，我应该多清一波才对。干，自由港，开奖开奖，好，开到蝎子，那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